行嘞，车坐。各位同心，各位同心，大家安怎哈？大家较早，大家好哈。咱接下来这课呢，咱要来讲台湾的这个语文哈。当然，咱台湾语文包含着咱原住民的语言，包含着咱客家的语言，包含着咱台语。因为真侪哈，所以咱今仔时间真有限，所以咱就先以台语的部分哈为主哈。过来就是讲咱今仔日要讲台湾语文呢。要小解台湾语文伊个书写个历史吼，直接进前呢，咱会先针对咱个隔壁厝边，吼越南个情形呢，来做一个小解一个，吼，就讲咱越南人呢是安怎甲因个母语恢复转来，吼，咱想讲，咱一般拢想讲越南人吼看起来都真落后嘞，即摆都拢想着拢是越南新娘，无就是越南老公尔，吼，毋过呢，咱伫近代吼。伫近代，即个1945年，迄当时呢，做下两个真重要的决定，一个就是即个因的胡志明呢宣布越南独立，甲即个蒋介石呢，因赶在本来蒋介石有20万的军队去占领越南，这是真难得的。迄个时机呢，拄好咱台湾错失过，越南嘛拄好把握即个机会，即咱等下先小解一下，过来就是讲，因了呢，就随恢复，宣布恢复要用家己的母语。过去伫法国殖民地时代呢，法国人统治的时候要求爱用法国话，后来因就规个乱废除，全部恢复家己的母语，而且呢，因采用罗马字。过去呢，伫中国统治的时阵，因用汉字，后来因发展出越南字，尾仔呢，因决定用罗马字。我想这拢是咱台湾真好会当。参考的一部分吼，上重要就是越南人敢甲中国洗脑啦，伊敢洗脑出彩呐，咱台湾人呢敢无？即摆真侪人吼，拢要抱中国人呢，无甲洗脑就真害啊，佫敢去抱中国人呢？人越南人敢甲伊呛声呢？甚至呢，即、這个伫1970，不只是最近有关南海问题尔。包括进前伫1979年诶时阵呢，迄当时诶中国吼，邓小平因呢，本来想讲吼，要去教训一下越南咧，结果用倒教训倒来，本来想讲三工着要甲越南甲掠落，甲退落来咧，结果呢，拍一个月阁拍袂落，尾啊只好借口讲已经达到伊诶目的啊吼，所以撤军咧，结果中国伫遐死伤2-3万人，几啊万人吼。这呢，这是近代这个中越，这个越中的这个战争啊，像咱这样看，这是迄个相片哈，这上正片，这是友谊关哈，伫中国甲越南中遐一个叫友谊关，古早叫做镇南关呐，镇南，咱听咧镇南嘛知，伊就是要镇压南平的越南的意思啦哈，当然后来中国改名改做友谊关哦，刀手兵呢，这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炮哈。迄个越南掠去退去，伫迄个1979年双方的即个战争当中呢，迄个越南甲退去的，即摆电视伫即个越南的即个博物馆吼，因的战争博物馆内底吼，像这是即个越南因的即个，迄当时双方战争的时候，越南这边的军队的即个相片吼。好这是这个越南吼，就是讲咱一般拢敢想到越南新娘、越南老公。其实呢，虽然讲伫经济方面可能发展比咱较慢，但是呢，伫文化好，伫各方面，伫因的建国过程当中呢，其实因真侪拢值得咱来这个思考，值得咱来参考的真侪，包括伊敢甲中国洗脑，甚至进前，搁较早进前，美国人去遐。本来想讲吼，美国遮强呢，应该要对越南无啥问题呢。结果拍要20档诶，嘛无在定，尾啊美国人搁偏啊懵会走咧。所以你看这越南人，看伊那一个目镜吼，
人讲嫌囝仔来嫌吼，一个囝就会嫌呢。吼、哦，越南人就是安尼。吼、哦，所以咱今仔呢，大兴也先讲，先简单介绍完了呢，咱就针对咱台湾，特别是台语的部分吼、哦，到底台语会当写，会当读无？哦，这部分咱来做一下介绍吼、哦。啊，讲到这个越南呢，咱先针对1945年。哦，这个蒋介石去占领越南这件代志呢，咱先来稍补充这段历史哈、哦。这段历史呢，你啊十当前我嘛唔知啦。十当前迄当时我对这嘛也唔知。我系差不多十当前去到越南的时阵哈，啊访问到一个越南的老兵啦。啊，而且越南老兵嘛算真有名哈，伊、哦、本身是老兵退休，啊尾啊变做作家哈、哦。啊，伊有写一本册叫做《下内国都》。哈内就是越南的首都，叫河内，北京话叫河内哦。啊，越南话叫哈内。啊，伊这个册名叫做《我的河内》呢。哦，啊，其中有一部分就讲到讲哦，啊，迄当时呢，蒋介石派20万的军队去要占领越南，啊，发生啥物代志哦？啊，我第一界拄到伊，啊，就听小可有讲起，我讲哎呦，竟然有这件代志，蒋介石也曾经去占领越南，我就真好奇啊咧。我奇怪啊，这段历史。咱伫台湾，以前拢毋捌听过咧。各位同心，咱以前捌听过，请举手一下。有捌听过无？伫啥物所在？哦，尾啊，是较知影吼。大多数我想，大家人拢甲我共款。咱以前读个册，拢中国国民党即中国党教个嘛。伊拢敢讲着啊，1945年根据开罗宣言，啊，台湾着回归中国，即是因兜个讲法咧。吼、哦，除了这之外，伊拢唔敢予咱知。吼、哦，这部分我相信，包括咱秘书长嘛论述讲真济吼。但是呢，越南这部分其实嘛有呢。吼、哦，尾啊，我才因为这个老兵的讲起吼，我才开始去找相关的资料，才发现哦，愈来愈济，甚至越南的高中的教材、高中的历史课本内底都拢有写。吼、哦，这我等下予各位看因的历史课本吼。哎、啊，这到底是安怎呢？哦，原来是安尼啦，吼、哦。咱讲这个蒋介石迄当时，伊嘛派军、派兵啊来台湾嘛，吼、哦，来接收台湾。啊，其实是啥？迄是联军麦加索要求伊代表联军来台湾以及越南，吼、哦，北纬16度以上的越南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尔咧。所以是联军委托伊尔咧。即个咱秘书讲，这个。啊，譬如讲吼，啊，我即卖伫省台啊，台湾文学嘅服务咧，吼，啊，即卖即个中华民国嘅即个教育部啊，有代志要求省台吼，譬如讲叫伊去委托伊去办一个，譬如讲研讨会，吼，啊，办研讨会，通常咧校长伊太无闲嘅，伊也无可能亲自了咧，伊可能佫指定好，啊，无就指定佫蒋纬文去代替校长来办即个研讨会，同款安尼道理咧，所以当时联军呢。即、这个麦加索就要求蒋介石，吼、哦，伊负责中国战区，吼、哦，啊，即、这个中国战区包括中国，包括越南，包括即、这个就是中国周边的遮嘛，拢算伫中国战区内底呢，哦，所以伊要求伊来负责接受台湾以及北越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呢，所以后壁迄段呢，你若去甲看即、这个啊，迄当时呢，即、这个。第一号命令吼，1945年，即麦加索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内底呢，伊就讲起啊，吼包含着 China， 啊个 Formosa， 啊个即个越南啊即部分，啊所以伊是根据安尼啊，才去甲越南吼。啊咱即边来讲呢，伫即个蒋介石也未去越南进前呢，即、这个1945年，即、这个8月15吼，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进前呢，越南的即个国父吼。请问各位，咱知影越南的国父是啥无？嘿，对，胡志明哈、哦，我想有人真侪人嘛知影哈、哦。越南的这个国父呢，胡志明呢，其实伊就听到风声，伊就知影讲吼，这个日本天皇连咪就要宣布投降了呢，有可能越南会交予这个北边会交予这个蒋介石来接管吼，啊南边交予英国来接管，伊这风声伊早就了解啊吼，啊所以呢，伊就真紧急要准备这个起义啊，哦，伊就伫这个
天皇宣布投降了呢，遂发动越南各大城市的起义。因迄当时有游击队吼，因发动起义，短短两礼拜呢，就甲全越南较重要的大小城市拢占领起来。咱即摆看即幅图呢，这毋是我家己画，这是即个越南的即个博物馆吼，伊的即个革命博物馆内底所展示的即、這个，迄当时1945年吼、哦，红色一点的即个就是互因即个胡志明因发动起义了呢，占领起来即个城市吼，等于是。从南到北，全越南差不多拢占起来，短短两礼拜起义就成功。啊，这个各位若有机会去越南佚佗哈，你甲看，一定有一条大条路叫做八月革命大道。在座到东兴捌去过越南佚佗的，请举手一下。敢有印象？你敢有去东兴？敢有甲注意观察？嘿，有当时啊，你可能若对团去，啊，迄团的导游可能对这也无了解吼，也毋知影吼。啊，你啊，那个详细注意看，你个地图吼，你若有摕到迄中文版的吼，还是讲英文版，你个掀开，一定有一条啦。比如胡志明市，还是讲这个河内吼，一定有一条这个叫做八月革命大道。伊这就是纪念迄当时呢，哦，胡志明发动起义成功的这件代志吼。啊，这个胡志明呢，伊虽发动起义，唔呐安尼尔，伊伫同迄年8月16日呢，就随佫宣布越南诶组成即越南临时政府，啊、哦，成立越南临时政府。为啥伊要遐赶紧成立即个越南诶临时政府？各位你甲想，今日若蒋介石军队若失败诶时阵，你越南遮侪人，但是拢无一个对外诶一个单位，无一个组织诶时阵，你着输在人。要抬、要刮、要撩，拢输在人了呢。所以伊就真要紧吼。8月16日俩，随宣布越南临时政府成立。啊，这个越南临时政府其实的性质就亲像啥？其实就亲像台湾民政府嘛，也是讲像以前搁较早的这个廖文杰因咧做的这种台湾政府是类似的啦吼。所以当时呢，这个胡志明伊就赶紧成立临时政府，过来八月革命这个成功了呢，伊随隔当个月9月7日宣布越南独立，所以即摆越南的国庆当时9月7日啊，拄过呢，顶个月吼、哦、算顶个月啊吼，9月7日吼、哦，啊所以你啊看因骹手非常慢啦，啊当然伊骹手要遐慢，就是啊，你啊迄个眼光啦，啊迄个眼界爱知影爱看会着啦。爱当预测到未来啦，为即卖为过去遐代志，当预测到未来。啊，所以呢，即、這个胡志明诶，对着即方面吼，诶、伊是真非常有眼光吼。啊，咱即卖来看吼，这是即、這个蒋介石军队呢，后来呢真正迄位吼，伊由即个芬兰，由即个罗汉将军吼，伊指定罗汉呢，佮派20万诶军队呢，去越南。去北越吼，北纬16度以上。啊，咱即下看，即就因个即个部队呢，伫即个海防即、這个港口吼，伫遐集结吼，诶，即个情形吼。啊，即是因个即个部队呢，要入去河内，啊，要入去首都内底即个部队个情形吼。啊，即嘛是吼，因个即个军队呢。在这个海防遐，吼、哦，接下来的情形吼、哦。啊，过来这张相片，各位要看卖呢。其中有一个是胡志明吼、哦，啊，另外边啊，胡志明边啊，这个是啥？这个是胡志明，啊，边啊，这个是啥？各位要看卖呢。伊的名，我想大多数的台湾人，伊若有年纪的啦吼，少年的可能较唔知啦。若有年纪的40-50岁以上，可能拢加减啊知影。啥物人？无毋对，何应钦，何应钦啦，啊、哦，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去越南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啊，啊，就是讲占领越南这件代志，也是讲接受伫越南的这日本军的投降咧。当然，蒋介石伊无可能家己去嘛，哦，啊，因为伊就派伊的下面的部下，伊就派何应钦去，吼、哦，啊，所以这相片咧，这相片嘛，毋是我家己画，吼、哦，这是这个。越南的这个胡志明的博物馆，
内底所都电视啊，所以各位恁后盖若有机会啦吼，去越南佚佗吼，当然有当时啊，咱可能拢是由这旅行团安排啦，啊旅行团安排拢是，譬如讲若去北部吼，就去这个下龙湾啦，啊去遐吼会当跋筊啊，佮兼坐船佚佗安尼啦，哦，但是安尼也无趣味啦，去越南吼袂使干那耍迄。迄个去下龙湾诶，尔当伊遐天然风景是真水，无毋对。甚至伊遐球场呢、casino 呢，听讲嘛是台湾人去开诶，佮整了真大间啊。吼、哦、啊，但是呢，去越南毋通干呐耍这尔，耍这就无彩啊。哦，若有机会去越南诶，即个博物馆参观一下。哦，即、這个伊内底一有写着真济，因近代人是安怎建国？吼、哦，啊因越南呢是安怎摆脱着即个？外来通知，外来市民通知，哦，所以呢，其中呢，像这呢，胡志明的博物馆会使参观，吼、哦，也是讲这个伫河内市中心呢，还有一个革命博物馆，啊、哦，遐嘛会当去，会当去参观，吼、哦。啊，这个蒋介石的军队呢，啊，这是南部，吼、哦，英国的军队去比越南占领的情形，吼、哦。啊，这是这个。咱这样看，这是这个胡志明因的这个游击队吼，越南的游击队呢所做的这个通报器啦，用叠加来做的吼。伊这个通报讲吼，这个蒋介石因的军队已经刷到倒去啊，吼，还要做一个通报的，等于要监控的吼。啊，这个蒋介石因的军队去越南咧发生什么代志？比台湾的228更加恐怖的代志。啊，这呢，咱以前拢唔知，包括以前我嘛唔知，吼、哦。我即下简单小讲一下，即、这个蒋介石因咧派20万的军队去未了呢，哎，伊就要创啥？伊就借口啦，吼、哦，就讲吼，我这20万大军呢，要食、要穿、要用，所有的开销要你越南买单呐。所以呢，就讲来米交出来，糖交出来，油交出来，甚至黄金嘛拢甲交出来。会借一个，会用一个资源拢摕出来，哦，啊，迄当时呢，拄好即个越南吼，拄好战争结束，啊，战争结束呢，啊，过来就是伊的即农作物的收成无好，啊，农作物收成无好，原底本来呢，伊南部足侪米的吼，即、哦這个南部即、這个应叫做湄公河三角洲呢，遐原底是足侪稻啊，哦，真侪米会当运去北部，但是拄好战争结束，铁路交通嘛拢中断，无就运去。所以北部就欠粮食，啊！你欠粮食的时阵就无够食啊！结果蒋介石佫讲你也甲交出来，哦，讲我20万的军队要用，啊，认真讲，伊敢敢若真正要予伊20万的军队食穿用尔？不止啦，伊拢嘛是愈侪愈好，吼、哦，倒敢若小叮当的迄个袋仔共款呢，物件来袋嘛袋袂满呢，吼、哦，伊目的是要创啥？伊要拍国共内战啊！要送返去中国，通去甲即个中国共产党通去对抗啊，通去相拍。伊遐百万、几百万的军队呢，啊，几百万军队要食穿、要用、要安怎？所以伊毋若为越南遐北协提粮食尔，包括各位咱在座，伊来咱台湾是有甲咱北协无？有甲咱台湾米啦、糖啦、盐啦，伊运去中国无？嘛共款啊！吼、哦，你若听阮阿公阿嬷因迄代在讲。啊，迄当时都无米，拢互运去个无米啊。本来咱台湾米是有够食个咧，结果1945年国民党因遮人来了尔，煞无够食啦，物价呾起飞啦，讲40000碰40000啦，哦，所以旧台币再换做新台币，40000换一块咧，各位40000换一块，即外严重咧。咱即摆讲呾一个便当50块啦吼、哦，你啊40000就变偌济？200万呢？你200万一个便当，恁有才调食几下？你厝甲卖掉，可能只剩食一两下尔啦。啊，甚至有个人可能无遐好个厝个咧，要安怎？你含一粒便当嘛无通食。啊，你看有夭寿啊无？啊，伊毋啦对台湾人夭寿尔啦，对越南人嘛同款，都对迄种互伊接收到个吼，拢同款个命运啦。伊拢借口讲吼，啊，我来接受日本军个投降，结果是呾。来了就来了呢，所有的资源都落去，等于是抢劫就同款嘛，合法的抢劫啦，简单讲就是合法的抢劫啦，哦，
所以呢，伊去到遐个时阵呢，要求越南人爱甲粮食交出来。但迄当时越南嘛无遐尼济军队通去甲伊对抗啊，越南敢游击队尔。啊，这个时要安怎？怎解就派20万的大军伫遐呢？各位，迄当时1945年拄开始，怎解就才派偌济人来台湾尔？一开始无偌济人呢，甚至到2008发生了，伊阁派迄个军队嘛，那万正万人的军队来尔呢？合法的可能一开始派无2万人的军队来呢，但是伊派越南派20万的军队呢，你看有济无？所以尾啊，遐粮食就退了，越南人当然了无物件通食了，无物件通去食，就安怎？夭死啊！所以咱即摆看下这相片，这就是迄当时呢，你看真济人，或者是已经枵到要死啊，伫罗林啊，伫越南，这越南的即个相片。提供的相片，啊，像这呢，这相片这是庄稼的做事人，无物件通去食，集体规个出来外口分啊，做去食去分啊，为庄稼来个市内去甲市内人分啊，分食啊，哦，这庄稼的这个做事人吼，啊，过来像这，这车顶载这尸体啊，人死去了尸体啊，啊，过来这为尸体固了烂的啊。剩骨头，剩人头，啊！根据估计啦，吼，越南迄边吼，估计迄当时因为安尼间接夭死200万人啊，200万因为安尼夭死无物件通去食。啊，这相片毋是我黑白画呢，这真正是越南博物馆提供的。你若有去越南博物馆，你亲身去甲看，看是毋是伫遮？啊，伊这下骹刷面嘛拢那个写甲正明吼，200万人夭死呢，啊！你看有夭死啊无？但是这200万人对中国人来讲，还头啥？因内战都死几千万人的都无要紧啊！迄是因中国人啊，因中国人无爱命，因兜的代志啊。但是台湾人也好，咱越南人也好，咱爱珍惜咱的性命呢。哦，所以你看200万人要是当然看在这个胡志明的眼中，又感觉哦，啊，这真严重嘞。哦，过来，那讲这个200万人要是呢？这蒋介石阁偌恶真嘞，伊阁讲吼，你胡志明啊，你哪会遮干巧？我到底干巧，你阁比我较干巧？啊，你遐赶紧就甲成立越南临时政府，阁甲宣布越南独立。我本来想讲吼，我若来占领越南了，要甲你越南收起来，变我中华民国的一个越南省呢？吼，啊你骹手遮尔紧，害我当毋知要安怎做啦。当然这是。这是我跟你讲的哈，但是我推测啦哈，伊就是本来是暗算要甲越南摕起来哈，但是呢，结果这个胡志明卡手先紧，所以尾啊，伊就甲这个胡志明讲，安尼啦，你即卖成立这个国会，你有这个内阁，你有一半出来，你有释出出来，你有出来要创啥？和亲中的遐越干呐，啊，譬如讲一个黄海神呢，这是这个蒋介石。培养的吼，蒋介石伊当时嘛培养袂少越南人吼，亲中越南人。这个黄海神呢，伊捌参加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黄埔军校啦、黄埔军校啦吼。啊，伊就讲吼，来，你国家副主席呢，拎出来，和黄海神来做。过来，你国会你啊内阁吼，一定的席次拎出来，和亲中的人，和越南国民党。迄当时中国国民党伫越南嘛扶持越南国民党。哦，所以咱袂使干呐叫国民党尔，爱叫中国国民党，啊无就叫中国党诶。吼、哦，因为你若干讲国民党吼，有诶国家足侪国家嘛有名号做国民党诶吼、哦。啊，所以呢，伊就伫遐扶持越南诶国民党。啊，当然即个胡志明愈看哦，安愈惨咧。啊，我若规个内阁、规个国会，啊，互你掌控一半以上，啊，就惨啊咧。你就会当介入我诶内政啊咧。哦，啊！我到时若变你个傀儡政权，变你个咖喱昂啊尔，哦，伊就想讲啊，安尼袂使，爱想办法甲蒋介石甲赶走，甲这20万的军队甲赶走。若无赶走，越南稳死个。哦，你看人迄当时胡志明有安尼眼光，有安尼想法，但是咱甲想看嘛，1945年，蒋介石因派人来接收，因拄开始无偌济人呢，几百人尔呢。啊！咱台湾人竟然戆戆，吼、哦，搁伫遐欢迎祖国，哦。结果你看人，这是这个，咱即下看即幅油画，哈、
这是欧志明啊，迄当时伫遐驳婚哦，伫遐去思考哦，思考讲这要安怎才能处理蒋介石这个问题？各位甲想看卖，你若是欧志明，你要安怎处理？哪里要你要安怎处理？人二十万的大军，啊，你也无啊啦，你敢有绝对尔咧？你若要甲伊正面冲突，你稳死个咧，稳互累死个咧，哦，啊，你要安怎？哦，所以尾啊，迄当时呢，欧志明就想着一步，伊就想着啥物步数，伊想着一个苦肉计啦。因为迄当时呢，原地即个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哈，为十九世纪末期迄阵哈，即个越南哈正式成做即个法国的殖民地哈。啊，伫战争结束1945年以后呢，即个法国伊就想讲，战争结束啊哈。我希望甲越南阁摕倒来做我的殖民地，所以就即、這个得即个算盘就对啊，吼、哦。啊，但是呢，因为北平呢是由蒋介石占领，吼、哦，所以就变要剩较出手吼、哦，较无利便。所以呢，伊就胡志明就掠到即个法国人的心理，吼、哦，伊就私底下去找法国人谈条件。伊讲吼，安尼啦，你若法国啦，即、這个。愿意帮我把蒋介石赶走呢，我就同意加入你法国联邦，欢迎你继续回来统治越南。哦，伊就安尼个，即个掠准着即个法国人伊心理嘛，吼、哦，掠着伊弱点来讲，安尼我欢迎你继续回来，啊，你的军队会当回来甲取代即个蒋介石，但是你的军队还较少的，15000个就好，莫甲20000个，伤济，啊，过来我爱有独立的财政，我嘛。啊，我越南人，家己嘛会使有军队，吼、哦，啊，你会使派你法国的军队来，无要紧，反正双方伫遐谈条件啦，吼、哦。啊，尾啊，法国人感觉嘛袂歹哦，所以呢，法国人伊阁派代表去找蒋介石谈条件，伊会讲吼，安尼啦，你蒋介石呢，你即摆你的任务，吼、哦，来遮是接受日本军的投降的嘛，啊，你拢接受了嘛，你的任务都完成啊咧。照讲你本来就爱返去中国啊，啊你即摆你若欢喜甘愿快快乐乐的返去中国吼，安尼我加送你一个礼物，啥物礼物？伫过去中国甲法国签的遐不平等的条约，拢好好的准拄煞，大家拢无相欠。啊，即、這个蒋介石想想讲，安尼嘛袂歹呢，反正呢，我要爱粮食也有啊，要爱黄金也有啊，该摕的拢摕到差不多啊咧，我即摆来当通好对付中国共产党咧，我嘛需要即个军队来斗拍遐共产党咧，所以呢，伊想想会讲，好，伊若甲法国我达成即个条件吼，所以咱即摆看这是即个胡志明呢，甲法国的代表，伫1946年3月7日签一个协定咧。啊！迄协定内容就是我拄则讲的，大概是安尼吼，就是伊同意法国倒来取代蒋介石，啊，继续倒来统治即个越南，当然，即个胡志明敢真心是希望越南阁成做法国的殖民地，毋是啦，这是伊的手段尔啦，联合次要的敌人来拍主要的敌人，伊的想法是讲吼，先借力来输力，先借法国人的力量，把蒋介石赶走了呢，再过来应付法国人。啊，你法国人呢，离较远嘛，你欧洲较远呢，你若要派军队来，一路绕绕长呢，较困难啦。过来你要派军队来，你嘛爱阁有时间，伊当利用这个时间呢，来准备游击队，再阁通去对付法国。所以，就是用这种步数呢，再把蒋介石赶走去。当然。蒋介石走了，法国真正就派差不多15000名的军队去到越南吼，当然越南就开始去甲法国拍即个游击战啦，为1946到甲1954年，即个滇边赴吉亚滇边赴战役的时阵呢，伫顶个伫越南的一个北部的一个山区吼，迄个山区呢，迄是原定是法国人。占的一个基地吼，因遐一个军事基地，啊，佮伫遐呢，法国人竟然拍输啦，迄个越南人拍赢，拍赢了，当然
法国就规个放弃啊，伊讲啊算了，无爱个占这个越南嘛哈，输在你啊哈。所以为1954以后，法国才完全退出这个越南啊。所以这段历史大概是安尼哈。啊，这是这个因的这个教科书哈。咱拄则讲的大多数呢，历史哈，伫这个教科书内底拢写着哈。这是因的历史教科书哈，历史，哦，伊的发音甲台语足像的哈，历史就是历史哈。第12册，等于高三的这个教科书内底哈，啊，伊第三章。啊、哦！伊只要讲1945到1946年发生啥物代志啊？下面我画红线，即讲吼，为北纬16度以上呢，蒋介石派20万的军队入来啊，荷兰啊来接收啊日本军的投降啊，人的历史教科书都拢写。所以呢，一般呢越南人啊，伊若高中读完的啦，伊若要过去，应该就拢知影这件代志，就蒋介石去占领越南这件代志。所以一般伫越南人的心目中呢，蒋介石是好人啊，歹人，歹人啊，唔呐害死200万人尔呢，啊介入越南的内政，甚至呢以前呢早前呢，蒋介石阁捌甲胡志明关起来，关他一冬，关伫广西，啊迄是阁较早进前，胡志明去中国吼，伊本来想讲去希望。中国的国民党啊、共产党啊，遐吼，看会当有一寡资源，甲因斗三工，协助因来完成这个越南的独立，吼，要来对抗法国的殖民统治。所以胡志明有一段时间去中国，当然伊其他那片法国啦，也是讲这个别个所在，伊嘛拢有去过。啊，有一段时间去中国的时阵哦，啊，迄个国民党的特务，迄个 spy 吼，甲抓起来了。哦，因为迄个中国国民党咧怀疑讲。怀疑胡志明呢是这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要白啊吼，所以甲抓起来关伫广西。啊，伊从关的时阵吼，伊有写一本著名的日记，叫做这个狱中日记啊，狱中日记吼，狱中日记，就是用关伫监狱内底伊所写的这个日记吼。啊，这本日记我也算真有名吼。啊，这个当然，迄当时胡志明去予中国关一冬。算是真不幸，但是这嘛不幸中的大幸啊！哦，虽然是被关是真不幸，但是伊的好运的就是让伊认捌到中国人的真面目啦，让伊了解到国民党甲共产党因的真面目是安怎。所以这个胡志明嘛，捌讲过一句真有名的话吼，伊讲吼，那是要一世人吼，拢食中国人的屎吼，归去呢来骗。暂时来凭这個法国人的臭屁嘛较好，哦，这胡志明讲过的话啦，哦，我要食中国人的屎哦，归去凭法国人，迄只不过是屁较臭安尼尔咧，中国人迄是屎呢，啊，你一世人食伊屎呢，啊，这咱啊为中国甲越南的这历史吼，2000年的历史诶，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中国人若强的时阵吼，就要拍越南啦，就要甲占啦，就要甲欺负啦，哦。啊，所以呢，伫古早越南捌予中国直接统治1000年啊，啊尾啊，因才推翻中国个政权才独立。啊，当独立了嘛，佫有短暂吼，短暂个时间捌予，比如讲因个皇帝迄个中国啦，予中国皇帝佮掠去个。啊，譬如讲何桂里，何桂里呢，这是越南个皇帝内底呢，顶越南个王内底其中一个靠越南意识。伊要推行越南文，就是讲伊袂瘾用汉字，伊要用一种用越南语叫直拢吼，越南语啦吼。啊，伊真越南意识吼，啊对抗迄当时的中国，啊中国就真袂爽咧，啊拄好，就有一届就派军队来拍越南，拍败了，怎甲即个何桂掠掠转去中国，啊尾来怎死伫中国吼、啊。所以呢，伫2000多年的即个越南甲中国的即个历史当中呢，就中国人拢是安尼阿爸啦。到伊若较强，就要来共欺负啦。啊，若较弱个时阵，当着去共拍断，共赶转去。哦，啊，所以呢，胡志明会真感慨讲即个话，这咱是会当理解。哦，好，啊，这是即个有关越南的即件，即、這个1945年的即件代志吼。啊，咱搁来看，咱拄则讲1945年9月初二，胡志明宣布独立。
过来隔无六天，第六天伊就阁随宣布讲吼，越南呢即卖开始要使用家己的母语，就是越南话，法文啊、汉文啊，迄拢无爱用啊，咱就是要用越南话，而且要用罗马字化。过去用的汉字规个较虎虎的无爱用啊，全部改做罗马字，吼、哦。所以伊伫迄当时呢，伫全国就发动一个国民教育。无论老的、少年的，无论庄卡啊、都市，大家拢爱来学母语，大家拢爱学母语听讲读写，爱甲家己母语恢复倒来。所以你看，这是迄当时伫庄卡，因伫遐伫教即个越南字啊、哦。甚至呢，因的游击队，你啊看，伫树仔卡、荒郊野外、青草的边啊，休困时间，伊嘛伫遐学家己的罗马字，哦，要甲家己的母语要哪读、要哪写。吼、哦，要甲救回来，吼、哦！你看人越南人是安尼，迄当时因还佫咧拍游击战的呢。啊、哦，虽然伊宣布独立，但是宣布是反宣布啊。一开始敢有任何国家佮承认？无呢。一直爱到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佮苏联开始第一个承认越南的呢。所以伊宣布独立，佮人有承认五冬啦。哦，爱五当啦！啊，当然，这是安尼啦。你若无承，无家己若无承认，无承认家己唔宣布，当然就愈无人会甲你承认啊。你要别人承认，你第一步就是、你家己爱先宣布嘛，家己爱先有行动嘛。啊，伫因越南伫建国当中呢，伊嘛袂像，像讲即卖民进党吼，拢会照口讲啊，等摕着政权较讲，当代就拢等摕着政权较讲。等摕政权，伊就拢袂讲啊啦，吼、哦，拢是也袂摕政权进前来要刷要骗票尔。他讲啊，哦，这台语文真重要，等摕着政权较讲，啊，这客语真重要，哇、啊，这原住民真重要，啊，等摕着政权较讲，摕着政权伊就袂记起来啦，换一个位就换一个头壳啊啦，哦，啊，你看人越南唔是呢，人越南伫建国当中，人文化事业就做一做，甚至包括越南的。国父胡志明，人也未建国成功之前，伊嘛是咧推广越南罗马字的呢，伊家己嘛咧教呢，家己嘛咧教越南罗马字呢，人是带头咧做呢，啊，咱台湾呢，哦，各位，台湾即个政治人物，哦，有几个人对着即个台湾的文化啦、好语言啦、好有真正重视的，包括讲到本土教育。啊、哦，有对几个哩重视，包括民进党讲自称是本土的政党，敢真正足本土？咱若甲看伊的语言文化、本土教育的政策来讲，差不多甲国民党是差唔啥物啦。包括阮台南嘛同款啦，我敢公开直接讲的啦。包括赖清德也同款啦，包括赖清德即摆拢敢在笑想未来后一步要创啥？要通啊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尔啦，所以你会当啊观察到，伊即卖所作所为呢，拢伫抱遐中国人尔啦。我伫台南拢足清楚个啦。我先举几个例子，较袂讲吼，有个人想，啊你是毋是伊得失着你啥？啊所以你要讲伊歹话，这毋是你讲歹话，咱是就事论事。咱本来嘛拢想讲，啊民进党讲吼，即本土政党应该对本土的语言文化足重视啊，结果头影。以台南市就好啦，台南市是全台湾民进党过半的议会呢，上侪呢，议会内底民进党员上侪过半数的呢，包括投票，投啊民进党的市长嘛是过半数的呢，这敢有中间选民的问题？敢得爱惊，敢得爱抱遐中间选民？你民进党就过半数啊呢，结果咱甲要求讲吼，一寡。本土教育的政策啊，譬如讲，现处是一礼拜一节，咱家讲哦，一节伤少啦，应该变至少嘛要两节。当然，上理想就是哪会当用台语来教课，用客语来教课上好嘛，对无？啊，咱甲换转来，迄北京话，互伊一礼拜一节就好。哦，啊，咱剩的咱母语一礼拜五节、六节，咱的课就用咱的母语来上。当然，这是咱一个理想，暂时也无到达成。所以咱就退一步，无讲啊，无安尼啦。你现处是无伊一礼拜一节尔呢，是毋是安变两节？
一节才四十分，两节嘛合理啊。即卖伫国校啊，英语都爱上几节啊呢？迄台北拢上三节呢，甚至除了校上三节了，转来去补习呢。啊，迄个中国文一礼拜五节至六节呢，结果咱的母语台湾语讲一节尔啦。啊，咱甲要用无你去加一节，佮唔做就是唔做呢。一开始我嘛是台南市教育局本土教育委员会委员呢，甲建议哦，甲建议。冇通过哦，但是伊家己讲这是参考尔，无强制性，罔参考，因在演绎当中。我若解释，就甲因建议无效啦，尾啊后来就用抗议啊咧，尾啊就爱用抗议啊，好好建议就唔来，类似这种的，这你做会到嘛？啊，伊就下面遐公务人员，遐国民党饲出来遮公务人员呢，就迄种头壳咱就罔知啦，拢戴迄落物件头壳啊，伊就讲哦。讲啊，这袂使，这增加老师的负担。啊，无就讲哦，啊，咱即摆师资还阁无够，就拢找各种理由来反对。我讲，我后来我伫遐开会的时候，我阁问，啊，无是师资无够安怎？啊，师资若真正无够，你阁敢讲哦？这已经推行为2001年开始，着各校拢爱教呢。你到阵啊，师资阁无够，你爱七八自杀安尼？十几冬啊，你阁无才调，师资培养较好。伊才讲无啦，我是安尼，台语的师资有够。但是客气甲原住民无够，啊客啊有够你袂当先做哦，有够先做嘛，无够才偷偷补嘛，敢袂使？啊你台语着先实行啊，啊你客气若敢一半的输出，咱着先一半好好实施嘛，敢袂使？哦，反正就是讲该用各种的理由，就是不爱做就对啦。啊我讲啊你若唔敢全台南市做伙实施，无安尼，无你拣两间啊实验学校来先试做，敢袂使？反正着含安尼拢唔做啦。各位，那爱你有爱抗议啊，免抗议。当然，咱嘛爱抗议啊。所以今年二月二一，包括七月，咱拢二三十个台文的社团去甲抗议啊咧。哦，啊二月二一，正侪社团去台南市政府头前甲抗议咧。啊，要去进前啊发新闻稿咧吼，啊当然市政府嘛接到这个新闻啦吼，啊着叫。阮台南市的某一个议员敲电话来啦，来疏通，讲卖啦吼，讲家己人卖用抗议的啦。我讲我嘛足无希望爱用抗议的呢，抗议的我着爱搁了我的时间准备呢，我嘛忝呢。问题我甲恁建议都拢无效啊，哦啊，我着甲迄个议员讲，无安尼，请你转去甲团委啦吼，卖抗议会使啦，无请市长你拨一下你的宝贵的时间。啊，阮嘛拨阮的宝贵的时间，啊，阮迁就你，看你当时用，无你啊听阮这个社团，阮要诉求啥，阮要表达啥嘛，你啊听一下阮的意见一下嘛，啊，安尼嘛做袂到呢。到较近，你看二月到近有约时间啊无？伊袂瘾呢。过来，今年七月，这个中华民国的教育部伫阮台南，啊，有办这个全国教育局处长的会议啦。伫全台湾的即个教育处啦、教育局吼、哦，局长啦、处长啦，拢去遐开会。啊，今年都轮到台南市主办啦吼、哦。啊，伫即个饭店香格里拉饭店伫遐办的。啊，阮知影了嘛，同款，搁二三十个社团去准备遐个食庆饭烧蛋，然后遐要甲抗议啊咧。啊，即个教育部的部长嘛有来哦。啊，人来时阵是大班的为。饭店门口行去吧，啊，看到咱只社团的诉求，咱嘛好咧啊，讲啊，恁的诉求我有知影，我了解安尼，哦，人是安尼呢，结果呢，你地主台南市赖清德，结果是安怎？袂瘾呢，伊会知影讲啊，恁只人只袂瘾见到恁呢，伊甘愿为饭店地下室偷偷翕去啦，翕去会场啦，开会煞呢，则阁为这会场的地下室呢偷偷走啦。各位，安尼恶一啦，无恶一啦。哎，阮遮伫遮，你上无你嘛来较大班的，人教部长都拢毋惊，你是咧惊啥？我想拢无呢。台南市是本土过半数的呢，选民的结构拢是较本土的呢。啊，你毋敢是安怎？因为伊头壳内想要后盖，看会当做中华民国的皇帝无啦？看人来选一下中华民国的总统啦，
啊，若要选中华民国，伊就袂使干那靠台南市的选票啊，伊就爱做予遐中国人看啊，就爱予遐中国人甲，就爱抱遐中国人啊，予遐中国人欢欢喜喜，予伊当民调第一名。所以你啊看，吼、哦，伊拢做遐摆，讲哦，这民调第一名呢，我讲迄种民调第一名吼，爱切腹自杀啦，安怎讲？迄、那个中国派媒体甲你讲，你做了上好，迄、那个啥物通好稀罕？即个敢若袂输讲吼，今年若是即个温家宝、胡锦涛吼，甲学了个哦，这张伟文够赞的，我讲我切腹自杀。哎、欸，迄、那个中国人甲你学了，这你有啥物通好欢喜的啦？你毋知有台湾人甲你学了，甲你肯定发着，你是台湾人咧，你敢中国人？所以若是徛伫咱台湾社团甲拍完，所以讲啦，无可能伊第一名啦。伊无可能当第一名啦，所以这就是啥？你看人中国人操作媒体、操作教育，用这两个结合咱台湾的就吼，跟伫涂骹拼命窜啊咧。啊，但是人欢喜个呢，所以人即爿呢，包括前一站进前，搁伫遐遥祭皇陵呢，偌清定呢，搁伫台南遮遥祭皇陵呢。啊，你看会见啊未？迄皇陵甲咱台湾有啥关系？伊毋得爱参加咱。台南平埔族的夜祭唔较对，头你遥祭中国的皇陵，哎头壳唔知破几空去呢？哦，啊这就是典型的啦，这是讲民进党的新生代啦，安尼敢有五万？我看真无五万呢。平南的要选中华民国的选举的，迄拢无五万啦，无效啦。啊，这毋是地方安尼尔啦，包括中央嘛同款。即、这个因即卖民进党主席叫苏贞昌啦吼，啊，即、这个苏贞昌嘛真害呢吼，我嘛记一个实例就好啦吼。即、这个旧年我甲即个黄春明吼、哦，我甲抗议吼，黄春明来台南演讲，啊，演讲的时阵规场演讲拢伫遐骂台湾人，骂讲吼，啊，你不应该主张用母语啦，母语教育无需要啦，母语的思想嘛无需要啦。啊，台湾人若要用台对中国人用中文啦，大概内容是安尼吼。各位若有趣味，恁上 Google 迄个拍一下吼，包括 YouTube 内底嘛拢有啊吼，有迄当时的即、這个伊演讲的内容，甲迄个争议的过程，诶，即个逐字稿甲即个录音甲录影拢有吼。伊就讲这個呢，当然我迄当时就甲抗议啊吼，引起那媒体就真侪咧报吼。啊，即件代志了呢？进前今年吼，啊，今年初看即个苏贞昌呢，因为一个超越基金会，就办一个座谈会啦。啊，即、这个座谈会邀请啥？邀请黄春明啦，邀请郁天聪啦。啊，郁天聪是一个中国派的台湾海研究者啦。啊，伊找因两个要创啥？伫遐座谈啦，意思咧啊，抱中国人讲啊，台湾文学就是恁建立出来的啦。台湾文学就是用恁这种，恁这才是台湾文学的模范呐。意思是讲，台湾人无啥文学，拢是中国人来了，才替台湾人建立这个文学的啦。所以伊抱的拢是这种啦。郁天聪中国人啦，黄春明虽然伊出身是伫宜兰，但是伊的思想伊是认为中国人诶。这毋是我甲玩弄的哦，这事实咧，这二十当前呢。前卫出版社出一套叫做《台湾作家专辑》，迄当时要收录黄春明，讲啊，你着台湾作家要甲收录去吧。黄春明讲我袂瘾嘞，我中国人才是台湾人，所以拒绝收入《台湾作家专辑》呢。包括一个陈应真嘛是啦，陈应真呐，扮人间的迄个啦，伊嘛是啊。虽然伊是台湾出世，但是伊讲我是中国人啊，伊嘛袂瘾收入，袂瘾收入《台湾作家专辑》内底啊。当然，无要紧，即咱尊重伊。吼、哦，你要做中国人，迄领导的代志。但是你着莫伫遐假好衰，莫伫遐要甲台湾人偷盗的时阵，假说啊，我嘛是台湾人。哦，啊了呢，才讲啊，其实我是中国人。你啊看，苏贞昌，我唔信伊唔知影讲吼，啊，蒋渭文捌甲黄春明针对即、這个到底母语来写台湾文学，应该不应该，即下有争论过。结果伊地图是拢地迄边呢。找因遐人座谈，意思讲我是支持恁的啦，我听恁啦。啊，台湾文学就是恁解说的这种才是台湾文学。
啊，迄种怎样无？迄种吼，主张用母语的，迄拢是极端的，拢是偏激的，拢偏激的啦。迄毋是阮民进党要行路线，所以呢，拜托个恁后盖吼，选票来投予阮民进党啊！你甲想啦，中国人敢会投予伊？中国人怕死嘛，袂投民进党啦。中国人较安怎，就是投国民党尔啦。你啊看以前阿扁啊，伫台北市，吼、哦，迄当时做台北市长，做甲还好。人台北遐中国人袂瘾互伊，袂瘾互伊做，就是袂瘾互伊做咧。民调虽然足悬咧，但是因个选举因个民族意识较悬咧。中国人九成以上还是就是要投中国人啊。中国人，你看马英九做甲遮歹，因中国人嘛是共款要选互伊啊，伊阁赢八十万票咧。人中国人为虾米意识就意识形态遮强？因为近代1945年，伊拢走路来的嘛，走路遐拢是意识较强，拢是较支持国民。伊若无支持国民党，伊要走去底，伊就活袂落去。所以你啊看国民党为虾米遐照顾遐老英民，为虾米拢遐照顾遐中国来的人？哦，遐是有缘故嘛。啊，咱台湾人伊要照顾无？哦，你啊看，热天啦，热死伫田里的拢台湾人啦。你敢有听过讲英民热死伫田里的？无啦，可能会寒死尔啦，因为拢吹冷气，吹甲寒死啊！吼、哦，伫啊，都真是舒适个啊！你看，拢家各地拢家去英民病院，过来去英民之家，上好的地点拢互伊用呢。看病拢免钱呢，含迄咱一般人来去自费个100块、105块迄个挂号费，伊嘛拢免呢。一个月上无阁领10000几块呢。啊，咱台湾人个士大人有法度无？敢有法度？无呢？哦，啊，所以你看这有公平啊，无公平。啊，所以你也看，像苏贞昌这敢有啥五万？哦，伊这就是安怎？我讲你上无你嘛安怎？无你也招蒋伟文甲黄春明，大家来座谈一下，讲一下讲恁迄当时争议，吼、哦，互相有纠纷是啥物代志？你若安尼做，毋是加足水亏个？毋是呢？伊做即个动作，就是咧扒台湾人个嘴皮呢。讲你莫阁讲无语啊，你莫阁讲台湾语文啊啦。你就是爱听因即两下，放弃无语，接受中国语文啊。是咧扇台湾人个嘴皮呢？结果你民进党个党主席做即个代志啊，我即个党就烂去啊。无采以前，大家拢咧甲支持呢。无采当下一个台湾人咧甲支持呢。啊、哦，所以这够效无效啦？若要选举的拢无效啦。所以咱即摆来看，咱越南人就是安尼，人还袂摕着执政权进前，人就咧做啊咧，毋是讲我摕着执政了，较要来做。啊，民进党摕着执政了，敢有咧做？嘛无啊。你看阿扁啊，做总统8年，人胡志明虽宣布独立了，第六天就虽宣布。伊个国语要用越南话啦，无爱阁用法文，市民者个语言无爱阁用啊啦。但是咧，阿扁做8年，伊好胆甲，甲宣布讲北京话袂瘾用无，兴中国敢无？毋敢啦。伊就是毋胆，所以呢，咱台湾话讲啦，讲软土深骨啊。中国人来讲，啊你即个无 LP 嘛，所以你落台第一工就甲扣起来啊，甲你关较紧啊。是毋是？啊，你八当都毋敢甲我清算啊！互你即种八当，你也毋敢甲安怎啊？哦，甚至 TVBS 你也毋敢甲关台啊，对无？所以我著逐工甲你练笑话，练到互你崩盘啊！啊，就是安尼啊！台湾人就爱互伊糟蹋啊！所以咱爱学着教训啊！人越南迄当时宣布独立第六天，尔是宣布恢复家己的母语，人是安尼咧做呢，所以人今仔毋才爬起来。唔啦，越南尔，咱韩国嘛同款呢。咱即摆韩国吼嘛足清个啊，对无？韩国过去嘛是日本个殖民地呢，伫日本统治个时，伊嘛是爱学日本话呢。后来1945年战争结束，美国托管山东，到1948年韩国说迄个独立了呢，咱恢复使用家己母语韩国话啊，所以咱有今仔即个地步啊。啊，咱台湾人呢？国民党来叫咱学北京话，咱就学北京话，乖甲那不赖嘞，吼，拢也毋敢甲抵抗啦。你啊看，人即个香港哦，
你看香港前一站要抗议中国，伊即摆要实施所谓的什么国民教育的即个科目吼，要进行洗脑就对啊，要踮学校香港的学校内底要甲遐学生囡仔洗脑呢，人十万几个、十万外的香港人起来抗议呢，而且大多数拢个少年人呢，大多数拢个学生啊起来抗议呢。你捌看过咱台湾要抗议国民党的洗脑教育，有十万个少年人站出来无？无啦，含一千个嘛无，一百个就偷笑啊啦。国民党长期为历史、语言、地理、文学，规个拢是中国化的教育。咱若去抗议，譬如讲去年六月呢，二三十个社团去教育部甲因抗议。二三十个社团才动员偌济，一两百个人尔啦。你抗议教育部要求爱行咱母语教育，才百外个人啊。人香港是十万个人啊，咱是比香港较不如呢。啊，咱人口是比香港较济呢。结果咱对家己个母语、对家己个文化的意识，无人香港人遐强啊。这呢，我拄啊最近伫研究越南。一份杂志吼，叫做这个《东洋杂志》，啊，佮《南方杂志》。啊，我拄仔我看到这《南方杂志》内底呢，迄头一百当前的杂志吼，拄好有一篇文章啦，伫讲广东人，讲广东人迄个文化意识足强。我讲真影咧，一百当前因写的文章就伫讲吼，广东人文化意识足强的哦，譬如讲因去佮美国做铁路工人。变成川呐，他规个川呐，他拢讲广东话呢。到甲进川呐，他嘛还阁会讲广东话呢。所以迄篇文章咧讲着即个广东人伊个即个文化意识介强，对家己语言甲文化真有自信。一百当前人着安尼啊呢。结果咱台湾人煞对家己个语言文化无自信哦。越南即部分吼。咱阁用一个越南的一个历史学家叫陈仲金啦吼，伊伫一本册叫《越南史略》吼，《越南史略》这本册呢，内底吼，伊有讲起着吼，伊会伫迄个大话头内底，伊就讲吼，过去呢，中国人统治越南人迄段时间吼，无论大人囡仔咧，啥物人去读册，拢敢若学中国史，无伫学本国史。写诗、写赋、写文章，嘛是拢在根据中国的古典。对着本国的代志呢，拢无要提起。拢认为呢，本国的历史无啥路用啦，无重要啦。你啊看，遮拄啊好，甲咱台湾共款。台湾人的心声就是安尼啦，咱即下嘛共款啦。咱伫校间学中国史、学中国地理、中国文。台湾人拢无，无就是拢甲咱看轻，讲这些二流、三流的，好，过来呢，咱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的部分哈。各位敢有需要先中途休一下睏者？难免哈，难免咱着继续哈，等下较提早一挂时间。咱过来呢，咱就来介绍，咱台语呢，到底是要怎写哈？台语会写字还是袂写字哈？咱先请教各位，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啦，台湾的语文到底会写字还袂写字？你会通写你家己的母语的，会袂？你会通写哈？台语也好，客语也好，原住民话嘛无要紧。你会写自己的母语的，请举手者。两位。咱在座差一百个人，敢若两位、两派的人会晓写家己的母语啦吼。这毋是故意的罪过啦，这谁造成的？中华民国外来政权造成的啊。咱的教育内底都无甲咱教啊。我较早嘛是啊，我读大学以前我嘛是母语的青面牛呢。人讲母语的青面牛，就是讲咱中文虽然拢足够的，英文嘛足够的，日文嘛足够的。但是家己的母语煞袂晓咧，煞变母语的青面牛啊，母语的文盲啊。
啊，这上造成的，啊，着中华民国造成的，伊刁工无爱互咱知影，无爱互咱会用家己的母语嘛。安尼呢，要甲咱同化较简单啦，哦。啊，咱即摆来看麦，啊，到底台语是会当写，袂当写，啊，要安怎写？哦，基本上呢，台语、客语、原住民话拢嘛会当写，而且拢有留下真侪真珍贵的历史资料、历史文献哦。咱再来看一下哦。台省呢是这个全汉字的写法哦，全部用汉字的，像讲歌词用法啊，古早呢真侪歌词用法呢，伊得用这个全汉字的写法哈，或者是一般人伊呐唔捌受过训练，爱可能嘛用汉字语来倒台语啊、哦，像这种啊，咱等有相片各位看哈，过、哦、来全部用罗马字，用 A B C 罗马字来书写啊，这嘛有啊。哦啊，这呢，早前在19世纪后半期的时阵呢，由这个传教士托传起来，哦，过来是汉罗合英的这个写法哈、哦。啊，咱再来看一下相片啊，譬如讲，像这是全汉字哦，歌词用法哦，过去的这个歌词的这个用法哈、哦。像这呢，伊这来标题叫做《好心梦》啊，《大战歌》。和弦甲梦啊，伫冤家哦，啊，你着用汉字来书写吼。啊，这汉字当然你嘛是爱学过啦。你若无学过，你无一定看有哦。你嘛是爱学过吼，较、哦、会大概知影讲到底伊写啥哦。诶、欸，哦，比如讲这，比如讲定哪，主角就是我吼、哦。啊，这边和弦梦啊歌吼、哦，啊，再来讲什么歌啊遐趣味，未念先甲恁通知吼、哦，无论啥会有性地。好心梦啊，起冤家哦！啊，过来，啊，像这呢，创世纪哦，像这种呢，这全部用罗马字所写的哦，拄只迄是全汉字，啊，再来全罗马字的嘛有咧哦，啊，这圣经呢，100多年前就有啊，伊就翻译啊，哦，创世纪、创世纪，譬如讲，原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对，是空空混沌，深渊的面张乌暗，哦，伊就安尼，完全拢用白话来书写，哦，啊，这百多年前就有安尼。过来，先讲这个汉罗的合写的方式哈，汉罗合写这是差不多这20年来较豆豆啊普遍、较风行的一种做法哦。啊，为什么有汉罗？就是汉字甲罗马字连在用啊、哦，叫做汉罗哈。主要是因为早前呢，虽然有用全部罗马字，这种叫白话字啦，吼，也是讲叫做教会罗马字。早前虽然有用吼，不过呢，咱即卖呢，因拢中着中文的读太深，咱拢受着中文的训练，哦，大多数的即卖，哦，那70岁以下，差不多拢是中文的训练教育出来啊，所以你变看汉字较惯习，看罗马字就无惯习啊，看袂紧。所以呢，即卖就哎，话人说啊，无咱就先用汉罗的方式，然后汉字后罗马字夹来用吼，安尼较袂食读得遐食力啦，啊、哦，而且汉罗的这个要用的时阵，当时用罗马字，当时用汉字，当然伊嘛有伊一个原则哈。咱先看卖吼，看这个范例了呢，再来看讲伊的原则是安怎吼、哦。这是这个啊。哦陈明仁所写《故乡的残垣》啊，啊，这个汉罗的写法哈，请这哈，把咱做来念一下啦哈。伊讲：白灵犀，脚长长，想要烧酒问，你来去去，会当飞偌远？敢会飞过阮故乡的残垣？牛车路，狗长长，想要烧酒问。你圆圆弯弯会当行偌远？敢会行过阮故乡的田园？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远，简单剩着一曲干梦花。自阮离开了后，故乡早就趴远，简单剩着满腹心酸。吼、哦，啊，像这呢，当时用汉字，当时用罗马字。又会出来不？
哦，基本上呢，那无正字的，哦，啊，你知影要哪写，你就用汉字，哦，譬如讲白灵诗，哦，用安尼写，哦，无啥物，无啥正字，哦，你就用汉字写。啊，若是较有正字的，哦，或者讲你写出来，人可能看较无的，即个时阵咱用罗马字，哈、哦。譬如讲，像讲想欲，即、這个欲欲安怎欲？有的人讲要不要要啦，啊，无就欲望迄、那个欲啦，吼、哦。但是迄种无法度，因为譬如讲要不要要，你买当读作要啊，吼、哦、啊欲你买当读作欲啊，吼、哦、啊你若要正确表示讲是读作欲，上好是用安尼吼。过、哦、来，你来来去去会当背偌济，会当嘛同款，会当有的人会是啊会动啦，啊会不会会啊结冻结冻的冻啦，吼、哦、啊有的人会当啦，吼、哦。当点迄个当啦，吼，变当迄个当啦，会当啦，吼，变拢无共个写法呢。啊，像安尼呢，归去啊，无咱就用会当，啊，就足清楚个啊，发音就是发作会当，吼，啊，就免苛刻迄个汉字安怎用，免互汉字咧束缚掉。所以像即种呢，就是汉字个写法，吼，啊，这是即摆较普遍个做法之一，吼。啊，即个认真讲呢。咱台湾语文的这个白话文的书写历史呢，哦，是比中国的这个五四运动更加早。咱过去读国民党的这个册，哦，国文课本也好，历史课本也好，拢会讲到这个五四运动，吴秀英的提倡白话文的写作啊，提倡白话文啊。请问五四运动是啥物东西？中国的五四运动才1919年啦，啊、哦，才1919年。但是呢，因中国人要搁你用知乎者也，要搁你用文言文，也袂提倡五四运动。进前呢，咱台湾人就用白话文，用甲下下叫安尼，咱就伫办报纸啊，伫出册安尼，伫写作安尼。咱即卖就来举一寡例，互各位来了解吼。哦这是这本啊，譬如讲这呢，这是早前的这个台语罗马字的教材啊，用像这个叫做白话字使用教科书啊，啊这个字典啊，台语罗马字的字典，这嘛足早就有啊咧，现初时还阁存在哦、啊，有发现到哦、啊，还阁留落来呢，是1837年 Medhurst 啊，伊所编的一个福建方言字典。哦，或者是像这呢，道家的牧师所编的1873年的《下英大书典》，用厦门话甲英语对照的吼。过、哦、来，第一本伫咱台湾家己出版的，叫做这个《厦门音新字典》吼、哦，伫1913年由甘伟林牧师所出版。啊，这呢，这本册即卖嘛阁有伫发行，啊已经改名，即卖改名叫做啥？叫做《甘伟林台语字典》啊。由这个台南的这个教会公布社出版吼，咱看一下相片一下吼，像这呢是1873年道家的牧师所编的，诶，这个《下英大书典》吼，像这呢吼，像讲啊啊是啥物意思？啊有几啊种意思啦吼，啊呢，比如讲家母啊家啊囝甲啊呢吼，诶，伊只嘛有哈啊呢吼。伊英语个解说伊讲 ，to guard or protect us by arm or wind， 哦，咱家母阿囝个，诶，阿即个家阿囝同款，甲阿呢，哦，像这是厦门话，吼、哦，台语个前身，吼、哦，台语甲即个英语对照个书典，吼、哦。过来，像这呢，咱台湾家己出版个，哦，啊，像这呢，拢用白话字所写，吼、哦。啊，中间附一个汉字，哦，有汉有白话字，嘛有汉字，哈、哦。啊，再来，台湾府城教会报，啊、哦，台湾府城教会报，咱台湾上早民间家己办的报纸，伊就是用台语罗马字做编的，啊，当时1885年嘞，1885年嘞，各位恁敢出世啊？恁阿公阿妈敢出世啊？嘛也袂呢。哦，啊，咱拄仔讲诶，五四运动刚开始啊，甚至中华民国刚出世啊，也袂呢，即、这个时阵还阁大清帝国诶呢，哦，
因遐搁伫遐大清帝国，还搁甲皇帝雕牌呢。咱都已经用白话文去办报纸呢，你看有先进啊无？哦，咱来看，这份报纸呢，为1885年到甲1969年，拢是用白话字办，拢用白话字，就是咱拄只看啊，这种白话咧办的哈，咧发行哈。但是到甲1970年代以后就无多啊，国民党开始咧禁啊，国民党开始讲，恁袂当用这個，你这写这啥？写咧落，我看拢无呢，就开始禁嘛。啊，所以为1970年以后呢，这报纸就变作用中文的哈。啊，伊这就是现出是这个名叫做《台湾教会公报》啊。啊，即卖是佫后来佫有开辟这个白母话的专栏，然后有几页是用台语写，不过已经变汉语啊，哈，已经较无用专栏的方式了哈。啊，咱来看这份报纸内底吼，伊内容真济啦，真丰富吼，内容是非常济吼。啊，咱即摆举一寡例吼，譬如讲吼，即个小说就好啊。1886年，吼，伊就办，伊即个报纸内底伊有刊一篇吼，叫做《日本的怪事》啦，《日本的怪代志》，足奇怪的代志发生伫日本的吼。啊，这1886年这短篇的小说，哇，日本的怪事，啊，这里写啥呢？伊这内容是安尼吼，也讲有一个人呢，去这个饭店过暝啦。啊，伊饭店过暝时，伊就交代这个头家讲哦，头家啊，你明仔载要甲我叫起床啊，我要紧的代志，爱来办理哈。啊，这头家就应好，啊，过顿工去呢。头家就要甲 morning call 哈，啊，迄当时古早都要无电铃、无电话啊，哈，所以得用本人去甲弄门。啊，这个头家就是要甲弄门呢，啊，要弄门的时候，伊为这窗啊边吼，影入面呢，看到这个人呢奇怪，伊咧困盖被吼，迄个寒天呢，啊，盖被单内底那有狐狸的尾溜吐出来，就讲奇怪咧，啊，这个人是狐狸精还是安怎？那有狐狸的尾溜，伊就惊吼。本来无啥敢弄门，尾啊，还是提出勇气，就敲弄门迄边咧。啊，弄门迄边讲话就皮皮喘吼。啊，这个人客就甲头家问我，啊，头家你是安怎来皮皮喘？啊，这个头家本来嘛无啥敢讲，但是尾啊呢，伊嘛是提出个勇气讲，啊，我倒吼，拄则要翕来就看到你有狐狸个尾溜啦。啊，请问你是人还是狐狸精？嘿，啊，这个人客讲啊。既然司机泄漏啊吼，这个秘密去互发现着啊，哦，安尼你唔通甲人讲，拜托个吼，无唔对，我甲你承认，我真正是狐狸精哦，啊拜托个，你唔通甲人讲，哦，啊你若卖甲人讲呢，我会甲你报答，报答你这温情吼，卖甲泄漏，讲我是狐狸精这温情，啊要哪报答呢？都吼，你若摕10元呢？去庙里添香香，迄个箱仔遐个囥个，过灯工互你变20元，安尼啊囥20元，过灯工互你变40元。啊，即个人客，即个头家啦吼，伊就想，后遮好康个代志，后遮好个不离过呢，伊就想讲，无蒙起好啊啦吼，反正蒙起也无白害咧，所以伊过灯工真正着摕10元呢，去庙里添香香遐个囥咧，过灯工过去变偌济，真正变20嘞，伊住迄20个坑嘞，过顿工阁是变偌济，变40嘞。哦，伊就想，哦，安冒死啊嘞。哦，啊，但是伤慢啦，你若10元、20、40，伤慢，无咱坑较济好无？甲坑1000元，还是要坑10000元？所以啦，坑较济啊，坑1000元落，过顿工去，用，只要讲咱2000元嘞，啊，煞会2000元无去。种奇怪啊，是送甲退去哟。尾啊，伊想，好啦，搁试一届，搁囥1000元，过顿工过去，嘛是搁无去。啊，尾啊，伊头壳较清醒啊，迄拄着变身啊，迄拄着诈骗集团啊，迄根本就毋是狐狸精，人是用吼、放灯线咧钓大尾孤呆咧，吼、啊伊咧遐戆咧，迄种变去啊，迄诈骗集团呐、啊，所以你啊看，百外当前，咱的祖先就甲咱封囥啊。叫咱唔通小贪啦，唔通贪着迄眼前的利益啦，唔通去用变钱去啦，变选票啦，变身躯啦，
哦，结果咱台湾人到今嘛是阁戆戆气气呢，敢若戆大呆，哦，选举就用变选票，啊，平时就用变钱，哦，你看台湾即摆诈骗集团嘛是还阁遐济呢，一百年来拢无改变，拢无减少，哦，真害呢，真害。所以你啊看，伊这规个拢是用白话来写，白话诶小说啊，短篇诶小说，哦，啊，这百话当中都有安尼。用台语白话来书写，过来，像讲这个，你捌看过台语版的《灰姑娘》无？有看过，请举手者。哦，全班一百个敢一个，一趴的人知影尔。无要紧，这嘛不是国语的罪过，这是中华民国的罪过。台语版的《灰姑娘》呢？咱以前拢想，我细汉时候，啊，拢看迄啥物，比如。澳洲的什么囡仔故事啦，什么灰姑娘，拢看迄中文版的啦。尾才发现，台语版的咱早就有啊咧。譬如讲，伫这份报纸内底，伫1915年，伊就刊载一篇叫做《台语版的灰姑娘》，伊翻译做土炭啦。因灰姑娘因到底卖土炭，哦，所以翻译做伊的名叫土炭啊。啊，这个、台语版的这个灰姑娘，哦。啊，真侪哦！以前的一挂欧洲的一挂囡仔故事啦，民间故事啦，迄伊嘛是三不五时会翻译过来呢。啊，这表示啥？中国人要搁咧自负责也，进前呢，咱都已经用白话文咧写作，甚至呢，咱搁甲世界上各国的这民间故事、这囡仔故事，甲小改来咱台湾呢，咱就甲欧洲。哦，互相有咧交流安尼，哦，结果黄春明因甲你讲吼，演讲内底甲你讲吼，啊，台湾母语也无文学个啦，台语是要怎写？啊，台语就袂写字啦，若要写得用中文啦，啊嘛真害安尼，啊你看有含啊无含？伊是七十几岁人安尼，啊，佮伊讲即个话呢，讲即个无常识个话呢，当然。哦，某种程度嘛，袂当怪伊啦，吼、哦，啊，伊嘛是中华民国造成的呢。但某种程度，伊若毋捌，伊就莫讲嘛。他有迄个毋捌，佮解剖佮你甲咱讲，伊来佮是要演讲有关台语文书写的问题。你着无，你着先做一寡研究才来讲嘛。啊，结果无啦，啊，其实我有啦，吼、哦，成分较大是啥？迄条讲的啦，人。即、这个中华民国就是条工提钱，叫伊四界演讲，啊，讲即个话，通好甲台湾人投毒个嘛。所以伊旧年来台南演讲，迄送出个钱，文建会出个钱啊。迄、那个因办迄个百年小说研讨会啊，就是文建会出个啊。啊，迄就是甲迄个梦想家两暝讲开2亿外，迄是共个啊，共迄个单位啊。哦，啊，因就是拢做即个代志啊，用。咱缴的，咱纳税人缴的钱，吼，咱的税金呢？啊，因去饲因的条仔卡啦，国民党就上后做这步的啦。哦、啊，事实就是安尼啊，伊就是给黄春明啦，给陈鸿明啦，这些人呢，食好做轻巧啊，都给你稿费足悬的，给你演讲费足悬的啦、啊。啊，给你抱啊，讲你是大师啊，因为你听话，所以是大师啦、啊。啊，若像蒋文这唔听话，所以叫输啦、啊。真正因就是踮包括 TVBS。就是啊，连销讲吼，这生态就爱甲 fire 掉，爱甲开除啦，都讲这个话呢。若要开除，应该是因遐人先开除呢。啊、哦，结果因就是安尼舞啊，透过媒体啊，乌白舞啊。哦，各位你也看，也袂五四运动进前，咱就用白话文、台语的咱的母语来写作，来咧翻译啊。过来，还佫有诶吼。你只讲迄是短篇的，长篇的有无？长篇的咱嘛有呢，长篇的小说，比如讲《地坑盘》《出师线》，哦，规本拢是用罗马字书写，台语书写。1926年书写，1926年，国语敢出世啊？我想在座也无人出世啦，包括黄春明嘛也未出世的。但是咱着用台语，阁是用罗马字来写规本册的小说啦呢。啊，黄春明，哦，遐
中国派的媒体，像联合报啦、啥物报啦，甲婆婆讲，这文学大师、文学大师，啊，因为较听话，所以叫做文学大师。人黄春明也未出世，进前人就用写小说，黄春明伊嘛是写小说的啊。人进前的人就用台语写小说写啊济啊，伊拢唔知，啊唔知佫好意思来演讲。吼吼，佮来咱啊看文化评论的册嘛有呢。唔是干那小说创作尔，像这蔡培火、蔡培火，伊所编的、伊所写的《十项关键》，当时出版，1925年出版的《十项关键》，啊，这是文化评论的册，这是针对讲台湾文化要哪只发展，哦，爱提出伊十大的这个的方案，提出十大的看法，哈、哦，有十个主题，啊、哦，其中一个就是讲。要紧紧普及罗马字啦！台湾人因为青面无生济啦，要学汉文也生难，要学日文也毋是逐个人拢有迄个才调。上好就是用家己母语啦，用家己母语上好就是用罗马字。伊当时就提出安尼主张啊，所以伊除了出即落册，伊家己嘛编罗马字的教材，伊家己嘛办活动，嘛咧推广罗马字。所以会使讲日本时代就蔡培火对即个罗马字的推广。上认真，但可惜迄当时的台湾人对这个无重视啊。迄当时的读册人呢，敢那看重汉字，对着这罗马字，对着这白话字呢，无重视啊。哦，啊，所以真可惜，尾也无成功吼、哦。但是你也看，1925年，人就用规本册文化评论的啊呢，啊，这个啊，这内容，伊的这个内页。啊、哦！伊这本册内容吼，伊也讲本岛人吼、哦，台湾人吼，拢共有360万人，仅仅才差不多20万人有学问，敢毋是真少吗？这是虾米原因呢？一项是咱家己袂晓看学问重，一项是识法的人无有十分的诚心，还佫一项就是要学学问。的文字言语太尴尬，非常恶得恶。哦，你看，迄当时讲的见解，看外先进就好啊。但是咱即摆台湾人中着中文的毒愈来愈深啦，愈来愈深啦，感觉无中文袂使，无华语袂使。哦，过来，咱过来看，拄则讲迄拢是人文的部分，较科学的嘛有呢，医学的嘛有呢。这是1917年戴仁修所编的这个内外科看护学医护的课本呐、啊。你看，迄当时咱台湾的医疗偌进步就好啊。所以这嘛是为啥咱目前哦，到今咱台湾的医学的技术嘛算领先全世界，嘛算真有名的呢。为什么？因为咱的军队太好个啊，咱的基础就足好个啊。早前上早时透过传教士。因就甲迄当时英国个、加拿大个、美国个遐个医疗个技术、遐个知识就传来啊，所以你啊看，1917年伊就编内外科看学啊呢，遮个物件，若要请各位恁来编，恁有才调无？我无才调，我承认我无才调。我虽然我是语言学个专长，但是对医学我无遐济了解。今仔要叫我用台语来写这个册，我嘛无才调写。这一百当前啊呢，一百当前的人写的，咱即卖大多数人还阁无在调写呢。啊，除非讲你就是有医学背景啊，专门研究这方面啊，像医生。那无的时阵，你啊看一百当前的外先进呢，1917年呢，中国五四运动袂嘛也袂呢，咱就白话文在咧写医学课本啊呢。啊，啊，过来数学课本。1897年数学课本吼，叫做必选的初学，必选吼，因古早叫做必选啊，必选的初学吼，对嘛？伊这嘛甲你教讲吼，要哪记小啊？伊这就是标题讲记小的法度啊。你看伊这个足端正的台语，咱即卖若是北京话影响一点讲记小的方法，但是伊用记小的法度，有法度无法度哦，这个加真有台语开的，迄开口就加足好个咧。啊，咱即摆拢容易受到北京话影响啊！啊，你看，伊即个讲免啊记小，
啊，这数字呢要哪读？啊，这当时出版的1897年呢，中华民国还未成立之前，几若十冬咱就已经读这台语的数学课本啊呢。啊，你看有进步啊，无进步？而且迄当时会当来读册，查甫查某拢会使，尤其查某愈欢迎。迄当时传教士来了，因才设学校，因甚至会阁设女子学校，伊足欢迎查某人，欢迎女性来读册。伊感觉男女爱平等啊！你看迄当时中国还阁咧白卡的时阵，咱着重视女权，重视男女平等啊！啊，你看有先进啊无？结果咱拢毋知，包括以前的我嘛拢毋知。咱的教育都拢无予咱知啊，拢咧甲咱歧视尔，拢咧讲中国人外高，啊咱台湾人外含慢啊，拢是咧讲遮。啊，事实是安怎？咱比中国加外先进的呢，是中国人较含慢呢。咱加外先进的呢，咱拢真摕这证据出来哦。啊，过来，其实还阁真济啦，但是咱时间真宝贵，真有限，无法度介绍到完。各位若有趣味，即、這个咱有甲。早前的这些报纸啦、杂志啦，吼，还是讲册啦，还是讲这些文章咧，咱拢有甲选过、选录啊，甲经过吼。啊，这个旧年咧，这个我有出版，这是由这个国立台湾文学馆委托我来编的吼。那编这套这个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就是甲遐百话当中遐个较文学性质的啊，因为这是文学馆。因对委托的吼，所以因是较重文学的部分，所以咱有甲较文学的部分拢甲拣出来，啊拣迄个感觉有代表性、啊品质较好的部分吼，一套五本，啊拢总五本，咱有分做散文啦、啊、诗歌啦、小说剧本啦、啊，搁即翻译的文学，啊搁即文化的论述吼，五分做五大的主题，有甲收录起来，啊咱有藏原文，啊嘛有汉字解写。啊、哦，方便即卖人啊，汉字会读较深吼、哦，所以无法度一时得无法度看全罗马字的吼、哦。啊，所以咱有对仗吼、哦，有头前是白话字，后壁是即个汉字的方式。各位若有趣味，会当去买转来看，还是讲图书馆借转来看啊、哦？这伫 Google 找一下就有啊吼，比如博客内底拢有。啊，即、這个呢，即、這个情节呢，这是文学馆。哦，伊委托阮用的啊，包括文学馆伊本身嘛有迄个台语、台湾母语啦，吼，包括台语客源全拢有台湾母语的文学展，到即嘛搁伫展览嘛，各位若有趣味去台南啊、哦，国立台湾文学馆去遐甲参观看卖，伊内底搁一个母语文学展，伊这要展几若冬的吼，已经展几若冬去啊，哈，啊，像这呢，旧年黄春明啊、哦，就是到冲突这黄春明呢，伊演讲的场地就是伫台湾文学馆呐。啊，迄、那个场地本身人就咧展览无语的文学啊，甚至人阁有委托我编只个即个文学的即个选集啊。结果黄春明甲你讲，啊，台语也无文学啊。哦，啊，除了黄春明之外呢，另外即个陈鸿明吼，正大台湾文学所的所长陈鸿明嘛，甲伊讲啊，台语也无文学啊啦。啊，你看含嘛无含？哦，我先补充者，即个。像这呢，我先补充这个较近代，咱拄仔看遐是古早的吼。有人讲爱古早的啊，啊，即马阁有无？有啊。当代，譬如讲《台文通信》、《台文网报》、《海岸台语文学杂志》、《台文战线》、《首都时报》，即拢台语的啊。啊，客台语文学客家客语的嘛有啊。啊、哦，啊，为啥咱唔知道？因为咱都无教育啊。哦，咱的媒体啊，即媒体也好，教育也好，拢无徛伫台湾这边啊。哦，拢徛中国迄边啊，所以就当作无啊。哦，啊，所以呢，像讲，我即摆，咱拄则讲的哦，即、這个，哦，即、這个咱即摆讲一下，这是即个去年黄春明伫台南演讲的即个相片啊、哦。啊，即你啊看。伊个演讲标题是讲台语文书写甲教育啊，伊就是要讲台语文书写甲教育个啊。啊嘛，做好笑，家己袂晓写，家己嘛反对写个人，竟然阁可以出来讲台语文个书写，即个做好笑个呢。即个敢若袂输讲吼，我袂晓罗西亚个话啦，吼、哦，罗西亚 Russia 吼、哦，我袂晓罗西亚个话，结果我变讲
老师爱书写甲教育，即要好笑，你都毋捌迄个阿敬个要来讲即个议题，哦，啊，所以当然伊着足离谱个，伊讲迄个是借口尔啦。伊透有影讲台语文，伊个意思是要台湾人来放弃母语书写，台语无法度书写啦，哦，啊，所以呢，我毋知像安尼，哦，摕即个牌啊，甲抗议啊，哦，啊，咱甲抗议个时，我嘛无甲阻碍呢。我不过是提白啊，表达讲我的意见是安怎尔，哦，啊，我用台语甲中文相译的吼，顶，哦，头是中文写讲台湾作家啊，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的创作歌词，啊，下骹用台语的马字，甲写讲台湾作家爱用台湾语创作，哦，啊，我就甲提伫啊表达我的意见呢，我嘛无甲抢麦克呢，啊，无甲安怎，啊，无甲控制，啊，无甲放炮啊，哦，结果呢？哦，伊就冲来啊！哦，冲来要甲骂啦，要甲拍啦，啊，佮甲衫脱掉啦！哦，伊气甲吼，伊气甲迄个足气了对个吼，哦！啊，所以呢，冲来了就用北京话甲骂啦，骂五字经了对啊，用北京话骂哦。啊，这外恶真呢，你若讲用台语骂，咱就准拄煞啊吼。但是伊只讲用北京话骂，伊意思讲吼。北京较高尚呢，哦，伊看伊个心态，看外含就好啊。啊，就是因为伊用北京话面，尾下我就去甲过啦，吼，哦，去看伊甲过，吼，哦。后来我去有看伊甲过，吼，哦，先看者，啊，哦，我就去地方看伊甲过，吼，哦。啊，过个时阵呢，第一审个时阵判赢，哦，啊判伊爱罚钱，罚10,000块啦，哦，讲伊公然侮辱罪，吼，哦，罪有成立，爱罚10,000块。啊，当然，因迄边啊，就不好个，啊，不好就检察官替伊上诉，主动哦，检察官个主动替因上诉哦，啊，替因上诉了，当然就搁二审到高等法院啊，啊，高等法院即个拄着一个恐龙法官啦，哦，啊，恐龙法官也知影，你通常即，這个要哪判吼，大家就知影，啊，即，這个尾来判出来是安尼，伊讲公然侮辱罪嘛是有罪，无毋对，但是毋免罚。哦，啊，就法院就拢因兜开个咧，啊，爱着调岗个啊，上诉了就是要解判个啊，所以伊有罪，但是免罚。伊个理由讲吼，为虾米免罚呢？因为呢，戴念伊年纪也济啊啦，70几岁啊啦，啊，过来，伊对台湾文化有贡献啦，哦，啊，过来上重要是，迄是你怎会先共挑衅个啦？你先共抗议个，若无人嘛袂遐气，袂甲你骂啦，哎，安尼嘛足奇怪呢。若要讲挑衅，是伊先挑衅啊，我先挑衅。啊，我嘛通讲，啊，伊若莫来演讲，莫讲骂，伫演讲内底莫讲骂，伊阁记名道姓咧，讲某某人、某某人安怎不伦不类呢？你若莫讲骂，我哪会甲伊抗议？啊，若要认真讲，是伊先开枪个呢？啊，他拢变法换我先开枪，嘛真奇怪呢。啊，问题法院就引导你开个啦。伊讲吼，有罪但是免罚。哎，安尼嘛真奇怪，所以我咧想讲吼。最近无啊，讲你去查林玉玺迄件代志，反正嘛是啊有罪，搁免罚啊咧，嘿，啊反正拢因兜开个咧，吼，哦，啊这个足含的吼，哦，但不管安怎，两审拢是有罪啦，只是讲第一审的是有罚钱，第二审都无甲罚钱，哦，大概是安尼吼，啊这个黄春明这件代志，你若讲黄春明唔捌哦，因为伊本身是作家啦，伊唔是研究者，伊若毋是研究者对这较无了解，好啦，咱就准拄煞讲话，你着对台语书写历史无了解，啊，着准拄煞。毋过呢，事后其实有几若届研讨会，我拢寄邀请函要互伊啦，伊嘛毋来啊，甚至嘛寄资料互伊，讲你讲无文学，讲台语袂写字，事实着有啊，伊嘛拢毋回应。到较近你甲问，伊嘛是佫甲你讲，啊台语无多写啦，台语无文学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单方面。更较好哦。这个单方面较早上头是国民党诶，后来有一段时间去民进党啊，搁做过民进党文宣部诶主任啊。啊，即卖听讲要搁保留民进党诶迄个党籍，但是呢，吼，咱台湾话讲诶，讲食碗来洗碗外啦，吼，食碗来洗碗外啦。虽然表面上伊党籍是民进党，但是讲诶话吼，敢若共产党诶，嘿。伊即摆你若有机会，你啊看伊个一寡传啦。啊，伫即个我看个黄春明迄件代志，
报纸报出来了呢，报纸嘛有甲采访啦，访问伊个意见啦。因为伊即摆是担任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的所长，所以调羹去访问伊个意见啦。啊，当然伊就是陪我啦。伊个意见呢，咱若为报纸遐甲浓缩出来，有遐四点啦。第一点呢，伊讲吼，台语就无文学啦。台语他有啥文学？台语也无文学啦，台语迄是口语尔，他有文学。正代台湾人所以所长咧讲这个话呢，啊，那我拄只介绍，迄毋着拢，迄是啥？迄拢毛时那吼，迄毛时那写的吼。咱拄只介绍，迄百话当中，遐一规本册，还是底片，还是报纸，迄啊，迄毋着拢毛时那写的，啊，是伊看无。所以有一届，伊在伊六月十二吼，去年六月十二在厦门地台文学院，迄文学研讨会，我着甲支持啊。我讲吼，陈先生，陈主任。请问你是不是台语的青面牛？你是不是母语的青？我得安尼甲呛啊！哦，伊的母语是台语啊！吼，啊，你是不是母语的青面牛？啊，无你太会讲台语，无文学，是毋是？你看无，你就叫是无。哦，啊，伊嘛唔敢甲伊应啊！伊个头话对一边啊，调工袂甲伊应哦。过来，伊讲吼，这是台语的霸权啊！伊讲吼，咱这主张用母语书写，这是台语要欺负华语啦！台湾人咧欺负中国人，安尼袂使啦！台语有法度甲因霸权哦，咱真是弱势呢，咱真是弱势者，咱真系互站甲趴倒伫涂骹呢。伊即摆讲咱咧欺负华语，讲咱咧无包容啦，讲咱在包容华语啦，安尼敢对？真嗨呢！过来，伊讲吼，即窄化台湾文化啦，讲你安尼偏爱的、偏激的地方的即个心态，即、這個、狭隘的台湾心态。讲安袂使，是爱着地方主义讲袂使啦。讲你爱窄化台湾文化，讲哦，咱台湾话着较心胸较宽阔，来接受华语啦。啊嘛奇怪，啊咱若要心胸宽阔，咱应该爱接受全世界各国的语言啊，包括咱即摆足侪新移民，越南来、泰国来、印尼来，咱拢爱来接受，拢来学啊。啊，不然我要请问陈鸿明，伊讲伊心胸足宽，伊会晓越南话无？袂晓啊，但是我会晓呢，我喺越南住一冬呢。哦，越南话问好要哪讲，叫做新灶，唔是洗灶哦，新灶嘛唔是新的灶哦，新灶叫做问好啦。哦，啊食饱未叫安根遮。哦，啊这伊会晓未？袂晓啊。啊客话伊会晓未？伊嘛袂晓啊。嘿啊，伊嘛谈唔是啦，合法嘛谈唔是啦。但是我嘛住好家在，我阁小可会晓。啊，我想奇怪呢，伊就干呐向中文甲英文的人讲，我这会向越南话，啊，佫会向客话，哦，啊，英语嘛会晓，哦，啊，讲我呢是较狭隘啦，讲伊较多元啦。我想奇怪呢，捌较少语言的讲个捌较侪语言的是较心胸狭隘，较窄化台湾文化，我想拢无呢。啊，这个人讲会当做甲正大台湾文学所的所长嘛？哦、所以我迄届去，我嘛阁质疑讲，啊，你这所长是安怎做的？你是毋是买的，还是安怎？是毋是国民党给你的？啊，无你是安怎？你这种叫嚣，还会当做甲所长啊？我奇怪呢，你这个白布要共捏到乌，明明台语都有历史，客语嘛历史，原住民嘛伊的书写历史，你竟然讲这无，还阁会窄化台湾文化？啊，最后一点伊讲吼，啊，这呐，大家族群吼，虽然拢用。家己的母语呢，安尼袂使啦，安尼无法度沟通啦。伊讲会无沟通平台，伊会讲鸡同鸭讲啦。讲伊讲合法，伊讲台语，爱讲讲客，讲即个越南话，讲安尼袂使啦。讲安尼，大家听拢无花啥啥，所以爱用华语就好。若照伊单方面的即种逻辑，安尼咱拢用英语就好啊咧，好唔好？用英语全世界拢听有啊。无咱规矩用英语咧，啊用英语伊阁唔卖咧，啊为虾米伊着心胸那么狭窄，干呐用华语呢？所以因这人足恶心的呢，家己心胸干囥伫中国，目睭内干呐囥中国尔，啊讲因迄较广大啦，哦啊咱真正用全世界，伊讲咱咱心胸狭窄啦，但是因掌握着解说权啊，媒体大多数拢徛伫伊遐呀。联合报、中国时报，啊，搁啥物时报周刊，拢互因足好个专栏，拢互因足好个空间。因要写文章，拢会甲伊刊。
啊，我若要反驳，甲弹伊拢唔敢砍呐。啊，这是安尼啊，这是媒体恶质啊。哦，媒体恶质啊，因听个个安尼啊，你看《联合报》该访问的时候，迄标题做甲偌大呢？在你讲我安尼吼，我这是刷文主义啦，我安尼会安怎阿爸啦吼，安尼造成台湾文化的退步啦。哦，这些人讲敢若有一支病呢，啊靠呀！讲一套做一套啦，因政大台文所，你若有机会上因的网站去甲看，因的课程，即几年来开的课程有台语无？有客语无？有原住民的语言无？无半截，毋是你遐看，无呢？结果全部因的课程拢是北京话尔呢，甚至搁咧讲中国的，啊拢咧抱伊讲中，咧抱白先勇，遮中国人。伫台湾的这中国人的作家呢，啊，正讲台湾的作家伊无爱啊，无要甲你抱啊，你看恶一下无？因遮就是呐，咧抢台湾文学的解说权呐，因遮人就是安尼啦。哦，啊，若毋是安尼，伊哪会当做甲台湾文学所的所长？政大呢，这党校呢，过去是党校的呢，会当伫国民中国国民党嘅党校内底，佮做甲台湾文学所的所长，一定有问题嘛？你看我伫政大。就讓糟蹋了呢，吼！在生態，吼，台灣文學學校就不時在找麻煩呢。包括之前邀請咱秘書長去生態演講，伊嘛甲我一寡宣傳的網站，而且宣傳的即個資料攏甲刪除呢，足惡質的呢。啊，我攏照起工攏有甲填表、甲申請的呢，攏砍起的呢，伊嘛是挺好甲你獨裁啊，甲要甲刪除，甲你刪除啊。啊！我校申诉也无效啦，申诉讲我申诉无理啦，我这恶真呢！啊，国民党就是像安尼啦，甚至个比生态个恶真唔知几倍啦。小小一个生态就听安尼啊呢，恶白来呢！我照起讲申请个一定个事啊，甲伊讲，迄是承办人员的疏忽。当然嘛，我嘛奇怪，我过去办两三档，包括邀请别个人，也想办其他活动。活动消息刊登无问题，即个甲你讲，迄是疏忽，即个呐调岗的啊，哦，按这呐是安尼创啊，哦啊，所以呢，咱即卖台湾的即个台湾语文吼，那伫中华民国体制之下，要生存是真困难的。基本上，即外来政权，伊就是要害咱活的嘛，伊就是要甲咱同化嘛，变做中国人啊，啊，所以即卖。要把咱的语言，要把咱的文化，甲救回来，当然就是要让中华民国，互走啦。哦，看伊是要回去金门妈祖，还是要回去中国？哦，因即卖都甲共产党伫握手啊，啊无看伊要回去北京无嘛？看人要分几条椅啊，互伊坐无啊？哦，卖伫遐唱秋，卖踮台湾遐唱秋嘛？哦，咱嘛卖讲要甲因互倒啦，伊都欢欢喜喜走，哦。欸，啊，台湾行咱就好啊咧。我想这才是咱未来应该爱做的一个方向啦吼。好，我想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吼，因咱拄则无休困吼，啊，提早，因为我等下还佫赶去高雄开一个会吼，所以咱就提早几分钟吼的时间吼先讲到这。啊，各位若有趣味，我有网站吼，你若咱 Google 拍张伟文吼，啊，我有一个网站吼，啊，内底。包括咱今仔演讲的真侪内容，其实我写过足侪论文，也是讲我册内底拢有吼。包括蒋介石占领越南，迄也是讲包括台湾语文这部分，吼，你 Google 一下拍蒋的文，吼，都拢有吼。好，啊，若有啥问题，到时吼再透过 email 来联系吼。啊，今仔先讲到这，感谢各位同心吼，多谢。谢克力，今日。各位先请坐。